第二章关系的科学解读。曾经在课堂上的一瞬间，我受到了强大而消极的情感冲击，令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读大学的时候，我本来一直醉心于会计和金融学，然而经历过一些重大的人生转折之后，从第三年开始，我就选择心理学作为职业，并开始进行漫长的准备。它将是我毕生的使命。 我选修了所有可以参与的课程，甚至在进入研究生院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它们全部学完。我们如何健康成长、发挥作用、行使职责，以及如何被治愈康复，研究这些事情背后的科学原理，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要学习掌握的知识实在是浩瀚无涯。我期待着成为一名专业人士，并把帮助他人作为我的人生意义和使命。 我想尽自己最大努力成为最好的医生，学会所有的最佳治疗方案、辅导与咨询方法论，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治疗手段的其他方法。三年之后，我在上研究生院之前，不仅已经完成了大学心理学课程，还接受了认知疗法、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际关系心理分析、组织行为学、行为干预、团体疗法、原始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 住院疗法以及灵性成长等方面的各种训练，我有点过于痴迷了。只要是能收集到的一切知识，我都要像完成使命般的把它们学会。后来，在一片激情狂热之中，有一天我深受打击，几乎要新生重读金融学的念头。那是在一堂课上，教授正在评论临床心理学疗法的一个原分析。 也就是关于何种治疗方法具有最佳效果的一篇综述。一组研究人员已经对所有不同的治疗成果进行了因素分析，以便于理解真正让人发生改变、给人带来成长和疗效的因素是什么。研究人员考虑了每一种技术的手法、对思想和感情的干预手段、心理动力学，如此等等。我的教授却解释说，虽然这一切都很重要。 但此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而正是这些其他因素，真正的产生了这种治愈性的力量，并贯穿于所有疗法模式之中。有一种东西，真正的为人们带来改变。我坐在下面，几乎按捺不住，等待拯救人类秘密的揭晓。此时此刻，我终于要学到长久以来孜孜以求却秘而不宣的智慧核心。教授盯着我们，然后说：“就是人际关系。” 真正给人们带来改变和康复的是心理学者与来访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什么？我暗自琢磨着，就是这个，只有这个。我放弃金融和法律学院，换来的就是这个，去做一个租给别人的朋友。我感觉彻底泄了气。我愿意为此通过全部的训练。 读完研究生，熬过实习期，并完成其余的一切，去学习所有的知识，而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人际关系。那我做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照这位教授的意思，我参加的兄弟会根本就是一个治疗中心。我们这里有的是人际关系，可他不知道我们仍然存在许多疯狂的行为吗？他是不是想说，你只需要朋友就够了？ 一定存在什么误解？我记得这样想过。然而结果就是这样。科学表明，正是人际关系才是有疗效的因素。我记不得接下来的课堂内容了，但我继续读了下去，熬过带给我毁灭性打击、令我垂头丧气的那一天。尽管刚刚才知道，我接下来的七年训练中所学都不如我的朋友已经给我的东西更有价值。这不可能是真的。 但我最终领悟到，研究结果其实是百之百正确的，然而也是百分之百不对。这怎么可能呢？科学证实，抵达更高层次确实百分之百地依靠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人际关系必须是正确类型的人际关系，而不仅仅是和朋友厮混。这种人际关系必须提供非常具体的功能和非常明确的力量。 他必须为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人们传递非常特定的建设性经验，并在头脑中形成非常特定的信息编码。这种正确类型的人际关系引领我们适应环境，带领我们走向成功。在本书中，你将会看到这些人际关系必须提供哪些东西，才能帮助我们抵达更高层次。人际关系的几何结构，丹尼尔·西格尔 （Daniel Siegel）。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对大脑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解释大脑与生活中决定成功的以下几个方面是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的：临床领域，我们如何感受、思考与行动；人际关系领域，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表现领域，我们如何表现以及取得什么成就。 西格尔以各种人际关系为背景研究大脑和思想的形成，总结了他们的治疗效果，比我所知的任何人都做得更好。在他的人际关系神经生物学袖珍指南《思维的综合手册》（Pocket Guide to 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 An Integrative Handbook of the Mind），New York: Norton，二零一二一书中，他把所有的研究整合为三条要点，并称为幸福三角形。 这个幸福三角形决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重要领域中的所作所为。海豹突击队能否完成求度？一段婚姻能否幸福美满？一位总裁能否成功的带领团队？一个小孩能否心智健全的成长？你能否战胜逆境，然后迅速适应？形成幸福三角形的三个要素协同合作，构建、推动、创造并调节我们的职能和表现。这三个要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大脑、身体、躯体部分，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思维，它们调控生活和工作所需的能量和信息。西格尔把这个三角形描述为一个加工过程，在我们的社交活动以及内部神经放电模式中调控能量和信息流。它不是大脑或者人际关系，它是在大脑内部和人与人之间承担能量和信息流动的一个系统。我们的大脑以人际关系为背景来发挥作用。 并发展出一套具有调控功能的思想，指导推动一切事物的能量和信息流。我们就是以这些方式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发挥功能的现实情况总是涉及这三个要素：我们的身体组成、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的思维。西格尔继续论述：正如一枚硬币有正面、反面和边缘，能量和信息流的现实情况也至少有三个层面，在人际关系中的共享。 在大脑中的具体机制，以及在思维中的调控，我们需要全部的三个要素，三角形的三个部分，来创造变化和高效能表现。当我们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进行强化时，我们的幸福感都能提升，而这只能是源于人际关系，并通过人际关系来实现。换一种说法，如果想抵达更高层次，我们就需要人际关系，以非常特定的方式。 帮助我们同时提升大脑和思维。当这些人际关系运行良好时，我们就会渐入佳境；当他们运行不良时，我们就会举步维艰，要么原地踏步，要么走下坡路。自从我在大学醒悟过来的那一刻，也就是当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的质量时，我才开始切身体会到帮助人们提高表现和突破极限而成长。 比仅仅和朋友厮混所涉及的内容要多得多。幸福是以人际关系为依托，但很明显是以非常特定的方式传递非常特定的信息，并通过关系互动、能量流和调控进行编码。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思维、大脑和身体中的表现能力。幸福不仅仅与人际关系或者信息之一有关，它同时与两者相关。然而，幸福也与我们人际关系中的特定经历有关。 正是他们给我们的身心机能结构带来成长，使其发展到更高层次，并比过去表现的更出色。它取决于人际关系，但是指特定类型的人际关系。这就是让我们抵达更高层次的东西，也是本书的主题。幸福三角形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建立起来，这样人际关系、大脑和思维才能协同合作，共同培养我们突破现有水平的能力。 人际关系的动力系统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进行整理排序，并注入特定的信息类型、编码或模式。正如电脑有运行其操作系统的特定代码，人际关系中植入的代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内化。我们现在的样子以及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人际关系帮忙编写代码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具有力量，既可以带来好的影响。 也可以带来坏的影响，既有好代码和坏代码，也有正能量和负能量，它们影响着幸福三角形的三个部分：身体部分、人际关系部分以及心理部分。让我们对这三个部分一一进行观察，看看为什么它们对我们正常发挥功能都很重要。第一部分，大脑和神经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 及体现和驱动所有处理过程，并受其影响的身体器官。我们如何表现，如何与人交往，如何达成目标，有什么感受，以及采取什么行动，全都显著的受到大脑活动的影响。我们的大脑通过电荷与化学物质而运转，比如神经递质和荷尔蒙。大脑的神经细胞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西格尔所谓的神经放电所需的全部身体机能结构。 想想电脑中的电路、主板、微芯片、供电线路、电池是如何影响它的性能的。类似的，我们大脑的回路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做到多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的荷尔蒙水平发生变化时，你的行为也会有相应改变，感觉和与别人相处的方式也改变了。如果你的血清素消耗了， 你的情绪就会发生改变，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会改变，你的能量开始下降，胰岛素分泌功能会改变你的葡萄糖水平，然后你的思考、能量、行为以及一系列其他表现的动因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要为自己补充能量。大脑及身体的机能结构在我们的全部功能中占据绝大部分。 但它并不是全部。第二部分，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在关系中的经历。关于人际关系，我们所谈的不仅仅是与大学生联谊会的兄弟们厮混，我们讨论的是特定的、有质量的人际关系。神经科学表明。 这种类型的人际关系，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关系，也能够极大的提升表现，甚至帮助构建、培养并维持大脑中固化的实体连接。这就是为什么你与其他人的感受会迥然不同，表现也有天壤之别。一切都取决于你和谁在一起，以及在人际关系中发生了什么。此外，正是由于处在人际关系之中，我们的思想才能真正的形成。 这些人际关系不仅仅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能力。拥有充满爱心、关怀、支持与和谐关系的婴幼内部身心机能的全部结构类型都能因此而得到发展。由这些人际关系造就的神经结构，会让自身与其他的神经结构产生联系，引起其他神经结构的共鸣，从而在智力和身体上都得到发展。 健康的人际关系给大脑接入一系列的功能，比如调节自身情绪、解决问题、缓解压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正如我们之后要谈到的，商业领袖、运动精英以及其他高成就人士，就是运用完全一样的机制来构建他们的机能结构。这些人际关系的结构、活动与质量至关重要。 如果人际关系是积极的、和谐的，能产生情感共鸣的、充满关怀的、具有支持性质的，并且是富有挑战性的，那么他们就会促进大脑的积极发展并提升表现能力。如果他们不是高品质的人际关系，那么他们要么就是导致在事情该发生的时候毫无作为，要么就是导致在事情不该发生的时候胡作非为，从而带来漏洞和隐患，例如过度活跃的大脑。 不信任、古怪的想法、无法专注和投入、容易冲动、控制性行为、对失败的过度敏感，以及阻碍我们能力表现的其他倾向。第三部分，思维，这就是教授说起治疗仅仅与人际关系有关时，我认为他错误的最大原因。思维能调控一切的心理机能，是维持一切功能流通和运行以取得成功或失败的基本软件处理过程。 正如希格尔所描述的，思维调控我们身体内部和人际关系内部的能量和信息流，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自我组织的过程，会引发我们的情绪、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我们的思维无时无刻不在处理所发生的一切，决定着我们把事情做好或搞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处在人际关系之中，或者仅仅与朋友交往。 不能指望这些帮我们做好必须要做的一切，以抵达更高层次。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要抵达更高层次，还需要构建内部真正的机能结构，构建调控我们生活和功能的思维、思维或者心理过程，必须得到发展，以对我们身体内部和人际关系内部的能量和信息流进行调控，使其做出适应外部世界的所有功能表现。 这种发展过程带来了以不同方式思考、以不同方式感受和以不同方式调控自身的能力，并产生了更好的表现。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人际关系，同时也要关注在思维中构建机能结构，它会促进更好的表现。我会在全书中反复提及这种重要特性。不错，人际关系很重要。 但必须是能够构建良好的机能结构。你可以认为是思维的技能，并以此提升能力表现。此种类型的人际关系，更好的能力表现来自推动性能进步的结构升级。用计算机术语讲，就是升级处理器和软件，也就是要提高你自身性能引擎的马力，提高你自我调控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是在你历经成长的过程中，通过你的人际交往经历。 能量和信息共同发挥作用而构建起来的。你的身体、大脑、人际交往、经历以及思维协同合作，让一切正常运行或者失效。人际关系及他人的力量是帮助你抵达更高境界的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切都以他们为中心。身体部分、人际关系部分以及思维部分虽然是共同运作，却完全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之内的。 在此，我的目标是帮助你看清楚，我们为了变得更好而做出的努力，包括锻造我们的才能、思维方式、创新精神、策略、沟通能力、责任感、毅力、适应能力等等，当然都很有效，却不够充分。问题在于，你不能仅靠自身来改变它们。对你现有的机能结构而言，你已经处于极限状态。 但是你的能力会改变，技能结构会成长，因为这些能力和技能结构会在特定类型的人际关系中得到发展。为获得更高水平的表现，你肯定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而要想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你必须拥有不同的思维，而且你的大脑必须采取不同的神经放电模式。要想在你的思维和大脑中开发这些不同之处，发展体现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机能结构。 你需要以重新布置自身回路的方式建立连接关系。揭秘改变。一家全国性企业的执行总裁在与我合作一年半之后与我碰面，回顾我们的辅导课程。这真有趣，他评论道。我现在被这些改变震惊了。我不敢相信我对工作的思维方式变得如此不同，也无法相信随之而来的成长。 无论是从职业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讲，比起我们刚开始辅导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敢回头再看一眼。我现在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但这里还有一个疑团，有些东西我还无法理解。什么无法理解？我问道。哦，你非常质疑我的思维方式，然而你却没有明确告诉我该思考什么，或者反复叮嘱我该做什么。 坦白说，有时候我反倒希望在离开这里的时候能拿着更完整的任务清单。有时候我想让你告诉我去做这些事情。我希望更深入、更迅速的推动这个过程，这样我就可以不断的进步。我开始大笑，非常大声的笑。他盯着我看，然后问：“你为什么笑？我说什么了？” 我如实相告，我所笑的是成长的方式及抵达更高水平的方式起作用了。它不受我们控制，并不是下定决心就能做到，也没有选择。即使你希望这一切都可以，对吗？你我都知道你喜欢掌控一切，但是要想变得更好，并不只是希望有更好的表现就可以做到的。你要变成拥有更好表现的那个人，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去表现。 你要改变机能结构，他确实看出了其中的幽默。他已经在过程中得到成长，但不是通过意志力，或者通过每次完成一个巨大的任务清单。当然，我也给他布置过特定的事情，甚至许多的任务他都完成了。但他所看到的个人表现上的改变，真的是处于他想要掌控的范围之外。如同许多顶级的领导者一样。 他很喜欢掌控和安排一切。然而，要想变得更好，这并不是你的独角戏，也不是你个人能够控制的事情。他的成长一直依赖于我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也依赖于整合他在工作中的其他人际关系，那些导致他变得不同，从而带来不同表现的人际关系。他的机能结构发生了改变，这有一个过程。我说，你只要像往常一样做事情。 我们继续研究你带来的问题，而你回去之后用我们讨论出来的方式解决问题，然后你就会持续改变，你会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因为你的思想者正在改变，他获得了更大的马力，请相信他，他会起作用的。然后他用一个例子肯定了我的观点。 他详细描述了在最近一次董事会议中，如何被董事长不厌其烦地追问他刚刚带领公司通过的交易条款。董事长大声说出心中的疑惑：执行总裁在交易的过程中是否有效地保护了公司免遭竞争对手的反击？听起来好像董事长在质疑执行总裁是否真正具有针对未来的计划，他是否提前做好防范竞争对手反击的准备？再过去。 我会立刻思考需要采取的防御性行动，并向他表明我会很好的防御竞争对手。但这次不一样，出于某种原因，我非常冷静，并告诉他这不仅不是个问题，我还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保证我们的对手根本无法跟上我们的节奏。然后我大致勾勒了即将付诸行动的进攻型战略，它必将迫使竞争对手完全出局。 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防御，我在思考完全不同的想法，关于进攻的想法。我把公司置于市场中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位来思考，而在以前我根本没有这样想过。通过用进攻来代替防御，这些是完全不同的想法，而我并没有告诉自己这样做，它就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而且我发现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 我在思考不同的想法，这些能力只会越来越强。我向他保证，只要你继续成长，你不用再强迫自己更好的表现，你只会表现得更好，因为你的机能结构改变了，他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强大的发现，试想一下，不去刻意控制压力下的反应或感受。 而是真正的做到没有反应，不感受到现有的压力。试想一下，不去刻意改变或约束你想对别人说的话，而是真正的让不同的反应自然流露出来，不像过去一样三缄其口。这才是真正的成长，从我们的能力结构上产生本质的变化，从而爆发出不同的能力表现。你会发现，这种类型的成长出现在关键的人际关系之中，具有核心的动力。 而且当他们出现时，你会发展、改变，并且提升你的潜力。这就是他人的力量带来的结果。以特定方式形成的人际关系作用能有多大的力量？以下只是众多变量中的少数几项。人际关系会对他们产生定性和定量的影响。你能活多久？你能否达成目标？你能否完成销售目标？ 你能赚多少钱？你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如何？你有多信任别人？你如何应对压力和失败？你处于何种情绪？你体验到多少身体上的痛苦？如何思考？思考什么？考虑一下这些变量中的某几项，看看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如何处理他们的。举例而言。 如果你想活得长久一些，你是不是更关心饮食、运动以及是否吸烟？你是不是关心计算脂肪量、热量和俯卧撑数量？还是你也关心与亲近的人是否心意相通，并且愿意与他们分享你的生活？如果你试图达成一个目标，你是仅仅关注自己的策略，还是关注能够参与进来帮助你达成目标的人？ 如果你试图改变一个行为，你是制定一个改变的目标，然后开始尽力实现该目标，还是寻求能够帮助你完成目标的指导和支持？如果你试图建立一番成功的事业，或者发展你既有的事业，你是仅仅关注策略和执行，还是关注建立一种蓬勃发展的文化？当你试图完成销售目标，或者获得投资人的支持？ 你是关注让人投资的合理原因呢，还是关注人际关系和共同的价值观？无论我们想获得什么，我们的成功依赖于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其他人帮忙，或者只有毫无建设性作用的其他人帮到忙，我们通常都会失败。不存在静止的状态。我们要么在充满人际关系能量和成长的作用下蓬勃发展，要么持续退步。 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本书余下的内容里，我们会考察特定类型人际关系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促进或者阻碍我们突破现存的任何极限。我们总是寻求连接，有时候结局并不太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如何应对这种现实情况？我们自身在人际关系中的姿态，如何决定人际关系是否与我们有帮助？我们如何获得动力去争取更好的表现？ 我们如何为自身的表现获得自我控制和掌握权？推动表现的主人翁意识是如何通过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对于阻挠我们实现目标的规则，我们如何克服它的对抗性特征？结构和时间在开发潜能与动力上所扮演的角色？人际关系系统中最具破坏性的动力？在能力培养型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建立和维持信任关系？ 我选择这些方面是出于这些原因。首先，它们代表创造高成就所涉及的许多主要动力。如你们即将看到的，无论你或者你的团队处在何种层次，以上每一个方面都是通往更高层次的一个重要基石。这些问题包括补充能量、自我掌控、主人翁意识、加速实现目标、结构以及其他。其次， 真相在于，为了提升能力，这里的每一种动力都需要人际关系。他们都在我们讨论过的三角形中得到成长，而且我们会仔细分析给三角形带来茁壮成长的人际关系特征。让我们以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开始：你处在什么状态？